双圈锁结是绳索一端做一个交叉圈，绳头绕主绳两圈，从两个小绳圈中穿出，拉紧完成。双圈锁结是一个可调节圈套结，在户外活动中经常用于拴主锁或快挂。先收紧绳头端，它这个地方会被拉开的，但是没关系，因为你收的是这个结嘛，然后再拉这头，然后这个圈它不就回去了吗？就是要拉两次的。双圈单结，进行拉力测试，第一次开始。1.695吨，超出想象，强度可以。第二次1.732吨。第三次1.764吨，这个双圈单结啊，还没有完全断，还连了一点绳皮，平均1.730，绳结强度76.39%。